是还在牙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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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牙
嗨。What？ 啊。为什么呢？人家要开一起啊。其实我觉得他们两个就是想要来开车，说实话很正常。装起来很厉害的。膝盖受伤，这个很痛的，可能磕到了一下，没事吧？哇哦，怎么了？哎呀，起不来了吗？不开心，痛到不想说话。没啥事吧？只关心兄弟。硌了一下，就是你不是撞我后面吗？那个东西震了，没踩住，没刹住。后来咱们三个车连环追尾。对。哎，其实他们没发现到女生腿受伤了，对，这是点。没办法，这就是男生。那我开到第三圈的时候，我就过了二阶。你看见了？对，我看了42.6秒。你晋级了，后面我晋级了。对。他还想跑吗？就是他要不跑的话，你就单独跑；他要跑的话，你还要跑吗？过分了，真的。哦，我好难过呀。我再玩一圈二阶，可以。好啊，好贪玩哦。可怜哦。我找到那几个弯星了。我那腿卡得好痛，我有点站不起来。我又不踩，不点刹，我又空油门。我还想开圈二阶呢。他好贪玩啊。他的心思跟这女生完全没关系的。但是他有关注到，有关注到，会有关注的。这世界很酷。